静描为歌唱，静善加正空善事，静十六世大法好了，看了它，静图灯大善事，静华严雷藏事，谈全三宝。所有的诸尊，这个华严雷藏师，今天是第几次来？第二次。在我的左手边
虚空之中，我给你安上了。
大家。
双子星倒下，被恐怖攻击的时候，那三千位亡魂埋在双子星倒下，三千位亡魂全部用空啊空手啊把它召集过来，在他的轨迹当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。他去塞班岛，那时候二次大战塞班岛浴血战，日军跟美军双方死掉的所有的鬼，他全部把他召集。他到了华盛顿 DC， 把美军在夜战死亡的所有的美军的鬼全部召集。密教的招亲法是招亲二次大战在塞班岛死亡的鬼，还有印尼雅琪人海啸所死亡的水流失的鬼，全部招亲。印尼雅琪人不是有海啸吗？海啸所有的鬼全部招亲。至今阵亡的金国神社里面的所有的金人死的，他全部召集。他的鬼有多少？你自己想想看。今天呢、啊，如果不是师尊识破他的诡计，那他会搞鬼。我们生活中就改名叫真鬼宗。
胜，天胜，阿罗汉胜，这个莲劫胜，菩萨胜，这五胜，佛只教这五胜，并没有教你鬼胜，你会变成鬼，并没有教你鬼胜。大家要有正确的观念，学佛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，而且学佛一定要有正念。没有错啊，大家知道，两个小组，两个小鬼不会被当没错，可是他的下场总是不好，下场就不好，养一只小鬼。他下场都会不好，两千千万万的人，他的下场会好吗？对，人要有正气，要有正念，修行要有正行，千万不要走偏了。今天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们决定。刚刚师尊谈到非常重要的两本书，邪鬼跟鬼中之鬼，大家一定要赶快再去熟读一遍，再一遍的去熟读它，将来以后大家都可以以正见来破邪法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没有书的人赶快去买书，邪鬼以及鬼中之鬼两本。这几天我修行又不到了，照片，真的，谢谢。刚刚我看到师尊，我在修行时候。哦。讲几句话。麦克风。大家注意啊！师尊在我旁边。肃静。你们如果是有冲犯或者受干扰，
它第一个开始是当你不能睡着，不能睡觉。你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如果受到干扰，它第一个开始就是让你不能睡觉，你会没有办法睡。然后人如果没有办法睡，经过几天以后，他的精神就会很弱，然后再来就产生幻觉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如果有睡不着的，你要用米衣收煞，啊，米衣收煞，记得一定用米跟你的衣服点三支香，插在米跟衣服的中间，然后呢，等烧到一半，把这个香丝啊拿去外面给它丢掉，跟米也要全部烧掉，衣服你可以拿回来穿。这个是米衣收煞，大家用米衣收煞，可以让你渐渐的把你的东西给它丢掉。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听得很清楚，师尊强调有三种现象，就是被鬼干扰的现象。那大家要记得以米衣收煞法来破除，还有正念、正行、正气。好，在这里再感恩师尊跟我们的玉林华严和尚对，感恩师尊，感恩师母。那现在你可以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往后退，好，好了，我们站在原地就好了，好，不要往前进，不要往前进。啊，大家回去还要回去师尊，好，来。那我们就恭送根本上师及师母。也祝福华严雷藏寺能够广度十方。在原地就可以了。看到书都能看得到啊，就可以。遵守秩序啊。这小就有门槛了，门槛。小心楼梯格，师尊小心楼梯格。好，在这里还有上千来退退退来同门的师尊师母已经要回饭店休息，那我们在此也还是再次祝福华严雷藏寺广度十方。来，你不要站住，那这里的结界非常的强大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常来这里礼佛参修。我们就先直播到这边喽。好，那真佛宗官方网站 TBS 世联电在华严雷藏寺的直播。好，拜拜。来啊，谢谢。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